长老命你速速穿过剑阵前来御敌，以解蜀山之危。师尊念你御敌有功，特派剑灵助你斩妖除魔。大英雄，我就是剑灵。听书记载，第一个穿过剑阵的勇士将是星耀传人。恭喜获得天书的认可，开启新技能。恭喜获得新技能。师尊在前面等你呢。听说他刚驯服了一只战宠哦。小英雄，你将获得战宠的认可。星耀传人，我愿与你并肩作战。恭喜开启战宠功能，快带上战宠追击魔族吧。雪狐乃青州王族，与星耀圣主一脉相承，现被狼王困于此处，你可要小心啊。好熟悉的星耀之地，天神相助之恩，雪狐日后报答。星耀圣主本是我青丘先祖，雪儿愿助公子获得星耀传承。恭喜获得新技能，完成首冲，轻松赢。赤炎兽和碧水兽曾是黑曜霸主和星耀圣主的座下，击败这些考核弟子，就将他们赐予你。开始选坐骑让，坐骑可以直接唤醒，获得大量战力加成。深海红蟹近日屡犯苍竹海，东海定是起了骚扰，我先去调查一番。少侠身手了得，令人敬佩。雪狐说他在前方的进水楼等你，快去见见他吧。雪狐被魔族妖女暗算，现在生死不明，你要替他报仇啊。就你也配做星耀传人？笑死了。至宝绝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，若要想弄明白这颗龙珠的来历，看来得去龙宫一趟了。竟敢动本太子的人。你来了，开启星耀传承吧。星耀圣主祭天下，黑曜霸主镇八荒，你可有想清楚？狂徒，这次偷学龙族秘籍，下次不是要抢我龙族仙翼了？小子们，我上！敖丙觊觎仙翼已久，但是只有有缘人才能获得龙族仙翼。星耀传人，你总算来了，这对仙翼总算迎来了它真正的主人。恭喜开启仙翼功能，双鹏展翅，扶摇万里。你一个狗贼，本太子今日定受你葬身东海。我比你走火入魔，快闪开！
气击败，可以领悟强力技能。加油！我就是你心中永远的梦魇，击败我，你才能更强。接受我的挑战吧！隐形释放跳跃技能，可以躲避过子伤害。提升战斗力。听说在满园下放孔明灯，可以为心愿之人祈福。敖丙与地仙帮狼狈为奸，夺取了我女儿的金魄。多谢少侠为小女祈福，童儿看茶。姐姐丢了金魄，日渐憔悴，经常念叨，星耀传人会披着月光来救她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